这样的。什么呀？关键时刻呢？报酬？什么报酬？就这个了啊！王江，开门！哎呀，哎，快点！怎么回事儿啊？我快开门！我好好好，来来来！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这有事儿。哎呀，呵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么长时间连灯都不开！哎呀，慌死我了！你说你，我这干正事儿呢。正事儿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整天研究这小孩玩的东西，你有点正事没有啊？你这就是正事儿啊！我奖金全靠这个了。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啊？开的好，我能变成这样吗？今年红星这关能不能过去都不一定了。做兄弟的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。不是你到底是在帮红星啊，还是自己在玩啊？哎呀，我多大岁数，我自己玩这个，这是我密室逃脱，密室逃脱，把它研究透的话，我就能把段潇潇的嘴撬开了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知道了，你急什么呀？行，那我先睡了啊。啊，你也早点睡吧，你也早上早起呢。好好好，那个。要不要给你拿六个核桃补补脑子的？我已经喝过了，正要出灵感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走走走走走。你出去吧，你把门给我关上，把灯给我关了。还关灯啊？我说，行行行行，关灯关灯。神经病。